今日有冇湯飲啊？好啊，黃生，咁你陣間見啦嚇。啊，好啊。你唔係啊嘛？對付咗排骨仔，搞到周身傷。光彈，嗰個人嚟噶嘛，肯定就喺度等人埋單，唔使揾我啦。搞埋嚟俾佢做咯。嗱，有血有汗，得個雞做咁多。 都係香港地啦，咩都值錢，係人命唔值錢。係你接啲單唔值錢啫，有本事啊，作學阿蕭龍，張張單成百萬起標㗎。你有冇睇新聞？琴日架波子。我知，朝頭早啊嘛，我尋晚親眼睇到啊。咁你咪知道自己同人哋差幾多皮咯。專業又一級嘅殺手咧，只會解決個目標嘅啫，唔會咁唔小心差啲傷及無辜嘅。 俾我以前啊，以前你咪有一條鹽蛇，嗱收咗正好走啦，一陣間有人嚟睇樓啊。喂，啊，講起樓，有啲人同你講，布朗家十八號嗰度咧，大閘嗰個鎖匙唔掂啊，一推就開，你快啲叫業主立案法團咧搞翻掂佢。咁你咪叫阿租客去投訴咯。咁你都係業主啊嘛，成等但係冇掩雞籠咁樣，萬一出咗事啊，影響你樓價咁啊唔好啦。嗰個單位日日喺度升值。 我个个月收4000蚊租咋？咁我个个月补多4000蚊俾你噶嘛？但你呢几个月冇补咧，唔补啊，直接加煲，唔好讲咁多嘢。哎呀，唔讲咗啦，有都好冇险啊嘛。你唔系谂住啊，搵个睇唔到嘢嘅女仔出街咁折堕啊嘛？我系认钱唔认人噶啦，有本事嘅买起个单位，咁你想点就点咯。你唔好睇死我，我过一过大海啊，我翻两翻啊，到时唔单止买呢个单位，买呢间铺都用得。 好啊，我等你啊！有湯飲，個單位我噶，好搞啊！點啊？係咪咁啊？你都唔似我三妹嘅。 頭先話 OL 咁衰啊！小事啫，俾蚁咬啫。吓，你嗰啲蚁都几大只喎。唉，帮你捽下啦。哇！啲衫搞到咁烂嘅，唉，你叫啲客冇咁激啊，流晒鼻血咁。 迟啲揾一个啊，心脏病发死啊！你呢度啊，累啊你！头先嗰个僆仔啊，又话做地铁痴汉，即系话搵强奸喎，故事大纲都未度好。咁你咪一人分析几个？喂，我专业噶嘛？见嗰啲时候啊！唉，你自己做啦。嗯，得啊，摆喺度。喂，呢度几钱租啊？人6000人噶。 月租话会加租添啊，分分钟加到7000-8000啊！哇，几廿年楼咯，咁贵嘅？唔系几廿年啦，我过万添啦。喂，睇热啊！嗯，正。做咩啊？想问楼盘咩？哦，帮人问啦。
意思啊，今日休息啊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正所謂闊袍大袖冚過手，壽衣咧就一定要寬鬆。係啦，喺壽衣上邊，唔知你想揀咩吉祥物咧？福鼠啊、龍啊、鹿啊、仙鶴同松鼠啊。其實我咩都唔識噶，麻煩陳生你幫我哋揀啦。不如就松鼠同仙鶴啊，取其長壽之意，跟足傳統705要零。好啊，你話點就點啊。其實我只係負責提供意見嘅啫，最緊要就係你哋子孫覺得舒服，因為最終都係你哋決定。啲親戚都話陳生你又細心又有交代，有你幫手，我哋就放心噶啦。幫到先人係對自己積福啫。咁既然啊壽衣已經揀好咗啦，咁大殮嗰日嘅綢缎裝表、官被軟枕、寶竹祭品、金銀口寶，仲有吉兒啊、英雄利是封、靈車同埋旅遊巴士接載親友嘅安排咧，我都會為你準備好噶啦。好聲行啊！有咩問題隨時 call 我。看到了，明白。Yo， 我是 Zero， 唔得閒，系咁。喂 ，Target 失咗手，張丹而家加多50萬，接定唔接？服我，大少啊，其實一個好簡單嘅道理，你明唔明白嘅咧？你開咗個鋪，但係又唔開張，即係等於冇開，賺唔到錢嘅噃。興趣咧就唔能夠用錢去衡量嘅 ，OK？ 即係但係你嘅興趣咧，直接影響我嘅收入嘅噃。你搞掂車城嗰單嘢咧，而家全城都知道，個個拍爛曬手掌，所以有幾張單仲等緊你去做嘅。我想請問你大哥幾時開工咧？做事一件埋一件，咖啡未開張咧，我梗係唔接單住啦。唉，救命啊！正事唔做，做埋曬啲冇無謂嘢。無謂嘢？你知唔知咖啡啊，可以提升我哋個人品味噶？不過 taste 依家嘢咧，就唔係個個 get 到嘅。你知唔知道一杯靚嘅咖啡，你都揾一個識欣賞佢客先得噶嘛 ？Right？ 老公，哇！有乜事你買咁多嘢啊？我見啲杯杯碟碟好靚啊，喬星開鋪應該用得著嘅。你睇下啱唔啱啊？啱，一定啱，非常啱。你未睇我知嘅 ？Of course， 因為我同 Yumi 你咧係特別有 taste 嘅。我老婆最有 taste 嘅就揀咗我做老公啊！如果你識我先咧，就完全唔一樣噶啦。其實應該一早咧就執咗間文具店，然後 Yumi 我同你嘅人生咧就可以話哇！完全唔同曬啊！哇，你應該一早死咗啦！我仲親手同你辦事添啊！你兩個講嘢真係好笑嘅啫。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埋下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